通力琴行圣诞大酬宾，所有最受欢迎的名厂钢琴，包括施坦威、波士顿、埃塞克斯、雅马哈、首德、佩卓夫、舒米尔，一律以特惠价格发售。全新立式钢琴由3888起，全新三角钢琴由8888起，请立即致电预约选购你梦寐以求的钢琴吧。查询热线604-685-8471，或登录网站 tomlymusic.ca。温哥华市警2020年10月底公布本年头九个月的仇恨罪案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1月至9月期间，仇恨罪案增加116%，尤其是针对亚裔的仇恨罪案，比2019年同期增加近9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反种族歧视项目议会秘书辛若纳表示，新冠病毒其中最具破坏力的副作用便是省内种族歧视和仇恨罪案加剧，卑诗省绝不允许种族主义和仇恨，因此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让省内每个社区更友善、更包容接纳。为此，省府在 Stronger BC 经济复苏计划中拨出190万，用于推动4个反种族歧视项目，包括一次性拓展和加强 Resilience BC 反种族歧视社区网络，开展反种族歧视公众教育计划，为多元文化资助计划提供一次性拨款，并针对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问题推出一个改革制度的新项目。凤凰卫视苏慧文，温哥华报道。